嗨，陈燕的千禧营养饮料来了哦，这是梦丽每天早上都要喝的健康饮料。那因为陈燕这一款千禧营养饮料呢，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仙人掌、还有柳橙以及柠檬各位听到是不是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成分。可是呢，各位知道吗？我们这一款陈燕的千禧营养饮料呢，它里面的仙人掌真的是萃取不易的，里面有1400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那各位是不是觉得说，植物营养素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其实呢，我们人体真的需要很多植物的营养素来照顾我们这些非常宝贝的细胞那里面加了柳橙跟柠檬，所以说呢，我们只要每一包大概60cc 的冷开水，然后倒下去摇一摇立即就可以给我们这些身体比较虚弱的这些病人或是说现在我想要来照顾我自己的身体，那每天呢早晚就可以补充一包，尤其是你要在换钱的时候来喝，效果是最好的那梦丽的话呢，就是因为觉得说我们陈燕的产品真的是安全有效独特，所以已经喝了10几年了。今天在这边再次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陈燕的千禧营养饮料，因为在整个制程都非常的严谨，所以说梦丽当然很有智慧，就选择我们陈燕的产品来使用所以说今天再次分享我们陈燕的千禧营养饮料，它是粉末状的，主要是它可以让我们携带很方便。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到医院去探访我们的家人，或是探望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携带一盒，让它来快速的补充营养，让体力能够恢复的快一点所以说梦丽都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嘛，所以说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对不对希望在2023年跟着梦丽姐一起爱健康，真的要健康快乐平安，谢谢，也祝福大家，谢谢。